来，这就叫做迄个啥腹长肌肉帮浦脚架矫正番外篇。伊只要我你仔细来看，他这个腹长就是勾不住嘛，啊伊即马伊勾袂掉。他正常这个脚位，他是要这样子才对。伊这个角度伊爱出安呢，伊才会当勾的，所以这个勾进去就掉出来。啊，你看这一颗在这边麻的，哦，伊这是原厂的卡槽哦，但是伊这嫩芽哦，它这个哦，你仔细看这边哦。哦，有哦，伊叫什么垂直，它没有这样嘛。你正常要这样子，哦，横出去，一掉了，一开始掉嘞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冒险哦，把它用火烤出来，然后我们先用这个顶住。哇，这支要给它烘为安尼，爱为安尼出来，哦，这样才可以。好，开始。所以这市面的哦，这歹出，哎，用这贴袂倒个嘞。会啦，拄啊好。哦，互伊较出来是寡，我紧哦来。啥物叫做咧矫正？啊，这袂当烘伤迄落，烘伤烧，伤烧你也捡迄落，你就输位啊。哦，这个所在。先食你有迄种用迄布有无？啊，加温一寡水哦，面布温水。哦，这瞬间让咱冷却。即落敢袂输个烘水工安尼啊！哦，来，我先准备者，我搁烘者哦。即袂当烘伤烧，伤烧嘛是死位哦。好来，好我，好冷个紧落，有落，安尼，互伊紧水冷个，吼、哦。然后之后它应该就可以塑形了，哦，烧烧。哦，这哪袂输烘水工安尼，啊无这气泡无一浸的绝对袂使，因为我会记我之前捌倒过。好，然后我们卸下来之后，这边应该有较翘无？有没有？同学，是不是差很多？这个要垂直，你不能斜斜的嘛。先翘翘无？嗯，翘吼，伊安落就倒掉呀。这正常的是会当过较处理一挂啦。来，过来，哦，好较处理一挂。有吹牛宝贝啊！啊，这个哦，这个是很技术核心的东西哦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咱是用副厂的，副厂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安尼。哦，副厂就是有这个缺点，啊，但是没办法。这要更换，好冷呀！好，我们打开了，OK 了。我是刚刚改安做做紧绷的啊，哦，差这侪啊。它原本是插痕里面，好，然后换这边，差不多，看这哟，来哟，慢慢下来哟，好，这吹面叫做慢慢下来。等下这慢慢下来，这网啊若烘着，我就输位啊。所以这。哎，安尼，哦，这烘着就死位啊，网也破就死位啊，所以这要很注意，哦。伊白龙水即届就是啥，完全无爱开着钱啊。先前你捌听过咧整理中古车无爱开着钱的无？因为我无法度啊，干我尔。我们就是用最，什么？用最省钱的方法来维修啊。啊，这嘛是干那升级的，我就给他倒三缸尔，所以要给升级的掌声鼓励鼓励。好、哦、，OK，我们要考这个角度。这安呢，但我搁个套掉，好。这你帮我小我洗安尼哦，安尼好安尼，嘿洗安尼，嘿安尼，我用火伊较会，伊就较袂烘着蚊啊，烘着蚊我就死位啊。靠这！脚架，好好好，你别，哦，你别，哦，水水水，哦，这头家真正，足赞嘞！风是吹迄边的呢，无紧，你等我，我用刀手，来，你较会卡，换嘞换嘞，换嘞，无紧，嘿，我才抓嘞，嘿，安尼。我讲创这无食薰嘛，真麻烦哦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同学要去抽烟了，给你骗的。
好，恁遐才无谈，好，我紧，开，袂画面伤大，下骹无破吼，好来，我睇看嘛，应该是还无效咧，差一寡寡，搁行一寡，好，我们再固定好，手遮着，你有法度撩翘翘，嘿，撩安尼。你安尼，我贴不出来，系安尼。靠，这风人作假，大把拢是烧手的啦。啊，这嘛袂当用伤迄落伤紧，伤紧关顶羊会倒啊。好，赶快，紧起冷的，水，这算水冷的啦，嘿，水冷的。还阁无够伊咧，我咧看安尼就好，见好就收咧。而且叫留起来吼，交袂安足麻烦诶。我赢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好，安尼就会使。我甲即边还阁交一挂，即边无够。吼，你啊看安尼，即边无够，即边我阁投咧，甲投啊落去安尼。嘛是较包咧较安全，好，你帮我铺安尼铺咧哦，有影遮烧哦，放大啦，这无食薰是也真麻烦呢，哦，你今仔是遮本身风啊大呢，嗯。我足想要用一个秘籍帮你，你会晓来打调足大个哦。八会啊！你会晓？你嘛知哦？我当做我做歹。我当做干，我会晓尔。头八会就通调。真久呢，好啦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哦，会烧，会烧啦，有差，有啦，有啊！你这就是啥？诀窍就是要把它烤，让它很热之后，你才能退回去。哦，之后有出来了，哦，然后就可以端一端了。哇，这买个小我端一端出去呢，伊买那行在等伊，刚刚买的水小。弹性，我是感觉有弹性，特比原底好咧。但敢若无够，但是伤过头嘛袂使哦。但咪是叫做想要用的，我是感觉佫烘一下。无安尼无够，老外讲爱用安尼徛，互伊翘起来，嘿安尼。这火遐细只，真麻烦呢。好，快紧，快紧，有啦，有。这最后一个搁翕这个，这无咧食薰食真麻烦，明仔需要学食薰好啊。好啦，安尼就好啦，没事哦。有啦，有啊，有会使，先食安尼使，安尼好啊。OK 啊 ，OK 啊。嗯，我要调发度。可以啦，无等下伤大包去烧着，我就倒啊。哎，会使，好啊，我赢。赢，安尼毋则着，安尼则着啦。啊，这边诶。我嘛这边阁烘烘好，我看这创这，所以创这市面的吼做袂安起来真麻烦呢，做袂迄落来，啊做比做伤大个，
但你卖单安尼对吧？这个还很烫，我讲你水果帮我温较济一寡个，你加个烧，加个烧烧烧，你也讲吼，你稍微热热的话，你它会再回弹回去哦，所以这个先用手散热一下，哎，搁一寡寡来，安尼，哎安尼，安尼较会硬化，好冷呀，好，这边也是。今仔袂做行水讲的，好 OK， 好啦，安尼啥，好，谢谢收看。高转速，涡轮系带是车上非常好用机，质感应该是不错。来咱看者，吸尘器我感觉上重要的啥，就是爱用下吼。然后它是属于这应该是小 USB 一种充电口，用残余电量。我来测试一下，谢谢。好不好？那前面尖尖的在凸起那个缝隙，方便。强诶，真强呢！诶，你吸真正吸起来真赞呢。一边来讲话，你就可以分去其他轻洗方式，它有分量，足轻巧。这洗衣来讲话，拿起来手不太会酸，车上非常好用机，比我想象中期望值还要高。一千五百块过那个。生活馆等进去，迪迦，他家有包的干炸娘，下单我一直怎么同学，谢谢。